看陈柏霖，你觉得你来看，然后你看这个观赏的人数，你目前看有超出你的预期吗？还是比你想中还低？没有，其实城市博览会哦，都有那个很大的目的是资料的整理的。我常说哦，政治是要倡导，什么意思？像什么 TOD、EOD， 我要直接各位市民交班的，这样以后我们的政策才有办法，不管谁当市长，这政策才可以延续下去。所以非常强调呢，为什么要建立 SOP， 建立 KM 哦，这些系统。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，把整个台北市这八年来做的东西，全部门别类全部做个大整理，所以那个 database 会留很多，所以能够来看当然最好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但那个社会住宅要讲就要讲两个钟头，所以那个。这个就是放松心情，看多少算多少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最重要是资料整理，然后进行那个倡导的活动。市长想问一下，就是城市博览会其实付出了蛮多的，但是一年就只一说花了8000万，但是比高中生的办展还差，包含像是地下室还有漏水。地下室漏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这个地方漏水？停车场，就是民众如果停车场。对啊，这个漏水也不是我办的。城市博览会才漏水，它本来就要整修的。没有啊，这还是那句话，资料的整理其实蛮花钱的。那资料的累积的，我觉得这样，先进国家哦，对 database 的整理是很注重。我们要开始建立一个注重资料整理的一个国家。市长想问一下哈，今天您来当这个导览员，那怎么会跟这个黄副市长这个行程好像是错开？是刻意吗？还是为了要怕避嫌？不是啊，我们应该是给最多人知道。那我跟他重复就没有，我们各带一团，会有更多的市民来参与。他对市政很熟悉的，所以每个人用他的角度去讲，应该，其实我要鼓励，应该每个局长都来带一团的。是啊，那因为黄副他现在是在导览12区的那个里长联会的里长，但是里长出席不如预期，只有一半出席。你觉得是我们讲的这个说禁止里长出席黄副的活动，这是奏效了吗？啊，其实这也不用嘛，我刚才讲过哦，我们这也是种倡导嘛，哦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政策是可以连续的，那所以来讲那种，也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就没有必要的干扰了。我们这还是一个市政还是连续嘛，不管是谁来当市政都是要连续下去的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题哦。市长早上陈时中说哈，您对他的仇恨值蛮高的。那另外呢，他还讲说就是黄副用这个行政资源的部分，就算他辞去副市长，还会继续使用。那慈济副市长要怎么用？他说他因为他是市府出身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算了，不讲口水战。我跟你讲哦，他用国家的资源，他有少的吗？好了，不要了。你想要参选的民众党出席民众党的活动，民众党参选人曾延杰，民众党参选人曾延杰，他拍了。拍这个秀身材的影片来宣传，但现在红到中国去，大家质疑说就是有引发两极的声浪，你怎么看？其实这样的，我跟你讲，曾延杰其实他是台大环工所的博士，你知道？我刚才讲说，哎，你不要弄得反差这么大。我这样的，有时候我说他说政治也有他世俗的一面，就是要英文叫 catch the eyeball， 就是要引人注意。其实他本人是台大环工所的博士的。市长明天要出席这个黄副参选的这个记者会，是明天确定会出席吗？那之后会怎么拿捏跟这个黄副之间，就是怎么样来辅助他选举？这是这样的哦，毕竟我们还是共事3年嘛哦，所以于公于私总是朋友嘛，一定要帮忙他了哈。那至于说他怎么帮忙，我倒觉得这样的，大家第一定要合法嘛，哦，再来说自然就好了，就是说。哦，我们就很自然做事，就是这样嘛，合情合理合法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最后让徐三会一起来，徐三会一起来，来，谢谢。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